我是世上唯一够资格为你跳下去的人。王兄，没有那把剑，我照样可以歼灭敌军。为了表达我的敬意，我可以不用血缘剑。今天我们来一场公开的比赛。其实不是每次都能看见云的，每次都能看见的是天。我抬头望见的一定是是天，是我。我是世上唯一够资格为你救下去的人。没有那把剑，我照样可以歼灭敌军。不可以逼迫，他不是飞鹏，我知道飞鹏已经不会再回来了。夕阳，有你在身边真好。秦姑娘，我要请你为妻，我要向全天下宣告，我要娶紫萱姑娘为妻。都是你，为什么所有的一切都要我一个人来承担？我是谁啊？我只不过是有玩闹的一个小伙计而已啊。如果你的死可以救回所有人的话，我愿意跟你一起死。无需比较，我独我，世间第一等，紫鹃最上乘。